呢個又知。Oh my god！ Oh no！ 咦，咁似啲豬肉，咁似啲牛肉，因為我係驚嗰啲嘅肉啊，所以咧有啲嘔心嘅感覺。我睇下扶佢做咩？師傅啲水咁樣飲。為咗個節目，搞到師傅要瞓波波池回氣，我真係過意唔去啊，辛苦曬。師傅愛你，愛你。其實就是打開嗰啲 IG 嘅 DM 啊，即收到 Facebook message 啊，就會係見到佢哋男性嘅下體啦，自拍咁樣啊，係啊，有時有片添。因為樣嚇，咁會唔會 show 到樣噶？冇啊冇冇，即 close up 咯，即個部位。師傅有冇收過咧？收到都係啲動物，從來都未收過，因為我都唔知咩係鹹濕嘢。點解會有呢啲 J 禍咧？係點樣嚟嘅？我都唔知啊，真係。我知道，因為咧，佢個面界入邊咧，我睇過佢條命啊，一紅咧就多麻煩，因為佢條命咧唔可以太紅，又唔可以太出名，一紅一出名咧，身弱索不起財，頂唔到啊！師傅咁樣講，咁即係代表啊，係咪叫多啲多咗人識咧？咁樣咁點解多咗人識之後就要收呢啲圖咧？咁樣咯，即係好矛盾啊呢樣嘢。是你的面界入面的問題，你容易吸引一些爛桃花，加上你的你個怨氣是屈埋喺心嗰度，我全部都幫你清曬出嚟噶，每一張相片都去愛佢，點解咧？嗱，你答。因為我哋要普度眾生。啱嘅。你估我亂噏㗎？係啱㗎啦。我真係有根據㗎。拜仁收集曬 Wolfsmark 嗰百幾張露珠圖之後咧。師傅就準備超度，氣氛亦開始凝聚。準備好咩？我哋一起進入呢一個奇異嘅世界啦！點解？呢個又知 ？Oh my god！ Oh no！ 咦，咁似啲豬肉，咁似啲牛肉，因為我係驚嗰啲嘅肉啊，所以咧有啲嘔心嘅感覺。我用劍指一念一句經咧，我就幫佢自動超度咗啦。超度咗啦！念咪可能見佢，念咪可能見佢，念咪可能見佢。快一張啦！你唔好睇咁耐啦，一張。唉，咪係咯，呢啲嘢真係貪好睇咩？短短幾十秒，要佢哋面對成世人都未必見到咁多個 J， 的確係好難頂嘅。就連見慣世面超越常人嘅師傅，一樣喺度面青青啊！最後佢仲頂唔緊，突然起身離場，場面變得非常緊。師傅頭痛啊！你頂唔順啊！休息一下先，休息一下先。我睇下扶佢做咩？師傅啲水咁樣飲。為咗個節目，搞到師傅要瞓波波池回氣，我真係過意唔去啊！辛苦曬，對唔住啊！拍呢啲相嗰個人咧，佢背後咧都係孭住好重嘅罪孽，咁我幫佢清都好多好多相噶，所以咧就係覺得咧，會辛苦啲咯。即刻用 View TV App 同上 View.TV 免费重温更多精彩节目，任你选择。